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。木兰，木兰。杨晨哥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！你怎么过来了呀？过来给你拜年来了呀！来进来嘛。难怪那么远就闻到一股香味，原来是你在这里洗衣服呀。对，衣服有点多。几天不见，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。没有吧，杨晨哥，你越来越帅了。哎，怎么大过年还在这里洗衣服呢？因为我们初一不能洗嘛，所以就留到今天了。这样子啊，要不我帮你一起洗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搞定的。行，来，给你带了一些礼品，拿着。哎，杨晨哥，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？这大过年的嘛，拿东西很正常，很应该呀。你每次过来都拿这么多东西，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这个没关系。下次不要带了吧。还是要带的。杨晨哥，来。行。啊，外婆，外婆，新年好。坐。啊，好好。坐嘛，杨晨哥。啊。这位。这位是啊，我舅妈啊，舅妈呀，舅妈，新年好。妈妈，哎，他是不是总是找你玩那个？他叫杨晨，舅妈。我看他这个人就不是好人来的，以前下次你就不要去找，不要和他来玩了哈。舅妈，你误会了，他人很好的，帮了我很多。他是好人呢。舅妈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拿个红包。来，外婆给你也准备了一个红包，来拿着，来新年大吉，谢谢啊，发财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坐坐坐坐，小姐，哈哈，谢谢谢谢，这随便吃啊。舅妈，我先去洗衣服了，你坐嘛，我去洗衣服。莫兰，莫兰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洗衣服？不用去，不用去，你过来过来，坐坐坐。他从小电视洗到大的，他自己搞的地。他洗衣服的，对，坐坐坐坐，我先去，你先。好，行行。小丸子吃蛋，吃蛋。啊，谢谢舅妈。我带回来的。啊，这样子。我刚才是误会的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放心上。你是哪里的？啊，我就这附近的。附近的。啊，对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我就是在外面做了点生意嘛。啊，做些生意啊，做些生意赚了好多钱哦。没有没有。几百万了。没有，去年做生意亏了一些。哎呀，总是有亏赚的呢。啊，那也是。你现在今年多大了？今年32岁了。32岁结了婚没有？没有嘛。还没结婚啊？对。这几天我有时间去你们那里去玩。啊，这样？啊，不行吗？可以可以，就是说你们是贵客嘛，我要给我妈说一下，就是说热情招待你们，对不对？要准备一下。好的。啊，那这样子，你在这里坐一下，我去找一下莫兰聊聊天。好，去去去，吃一个糖，吃一个糖，糖还可以啊，够了够了，好吃哎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你去。莫兰。哎。还没洗好啊？杨晨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过来看看你啊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没发现吗？啊。你做事的样子特别漂亮。没有。哎，你都是一直用手洗啊？没有洗衣机洗？洗衣机嘛，买着很耗电，手洗方便一些。谁要是能把你娶上？东西又给哎，好了，不说了。你看啊，新年嘛，大吉大利，然后寓意着新的一年能够红红火火、顺顺利利。拿着，真的新衣、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不说了。谢谢杨晨哥。对了，杨晨哥，刚刚我舅妈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你猜。他如果说了很难听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因
为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吗？刚好我放在心上了。啊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就是他说让我准备一下，就是带你到我们家去看一看。啊，这个啊，那可能就是因为村里面的人就是说那个行为说得很难听嘛，不了解情况，然后他误以为你是我男朋友了。啊，这你不要放在心上的，你不用回去特地去准备。这哪里是误会啊，这误会都挺好的呀。我回去给我妈说一下，而且我妈也特别开心，信不信？算了吧，我觉得很麻烦。不麻烦的。就是我今天呢就要新走了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然后呢还有很多地方没去拜年，我得要新走了。我去给你做个饭嘛，你吃了饭再走。做饭不用了。你也知道新年嘛，每天都要走几家是吧。你等一下跟外婆还有舅妈说一下我的新走了啊。啊，至少得吃个饭啊，你来了我们吃饭以后大把机会，对不对？我还挺喜欢吃你做的菜的了，很怀念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好呀，陈哥，那你先忙吧。你改天记得过来吃饭哦。好的好的，拜拜。啊，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就是因为我想送你一个新年礼物嘛。我还有礼物。有，就是我怕你会嫌弃，因为这也是我自己做的，然后呢就是不是很贵重。怎么会嫌弃吧？希望你会喜欢。就是这个啊。对，你冰的红参。你亲手冰的啊？你手太巧了，冰的好好看，应该花了不少心思吧。第一次冰，你是我第一次送这个红参的男生。我也是第一次收到女孩子给我送红参。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吉祥如意，就是希望你2024年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。就这些吗？没有其他的？没有。很好，很喜欢。我也会好好珍惜它的，我会把它戴在手上，一直戴着。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直勾一杯酒一夜。一下子变